准备好了，第二位的资格。刚第一位表现这么优异哦，接下来再来两个也是这么优异，那今天就三只小猪没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位印度来的朋友加油了。是马达加斯加。马达又被马达加斯加。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宋云桦，哎，看来是出给你的，对不对？少女时代不是？武兄有演啊。第二题是再看十秒。泰妍，宋云桦跟泰妍什么共同？什么关系啊？泰妍是哪一团的？少女时代。就少女时代嘛，对呀。哦。就我的少女时代。所以答案。那我就讲了，我的少女时代好了。我的少女时代，六个字答对没有？啊。答案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来不及。当他六个字不对的时候，我是你，我就按。你是来血耻的，两次猪头了，怎么跟你说的？反应很慢，手指不够快。你去当 Lucy 了，你。你在说什么？少女时代。少女时代答对没有？当然是啊。好的，九分攻略赛，请就位。Power 四大翻译研究所口译组译也是，就差论文了是吧？就差论文。你在忙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写？跑出去开公司了。开公司不能当饭吃啊！念了个半天，不拿个完整学历，是吧？就觉得有学到技术，可是在业界直接接触挑战，觉得更刺激。好，你的题目我相信会很精彩，应该不会有听不听摇滚乐的鲨鱼的问题，应该不会。好。但你只有四分钟的时间。好，请公布他的题目。终于开启了你的客制化的题目，口译最崩溃，因为你是中英的口译员，而且还是主持人呢。调酒有名堂，你曾经在酒吧里面学调酒。轿车服务有含义，说的其实不是轿车，是因为老婆在 Uber E 和工作过。对。哦。蜜月游冲绳，在冲绳过你的新婚蜜月。运动展魅力，你非常热爱运动，所以长跑啦、重训啦，你都很有兴趣。迪士尼实习须知，你在那边待过，哇，这个经历就已经感人得不得了了。猫下巴看健康，有养过两只，现在还有吧？还有。英文名流行语，很关注现在年轻人的时下流行。我们从哪边开始？从蜜月游冲绳开始。是去年？好多年前。蜜月游冲绳，这应该非常的难忘。对，所以现在小孩多大了？没有小孩，两只猫小孩。你们到了，我听到是各走各的，是吧？蜜月不一定要生小孩啊。对不起，请出题。美丽海水族馆是冲绳的人气景点，请问该水族馆的最佳参观时间是一天中的哪个时候 ？A. 早上9点 ，B. 中午12点 ，C. 下午4点。我的答案是 C， 下午4点。请锁定。为什么不是早上9点？太早了，鱼还没起床。鱼还没起床。下午4点在忙什么呢？喂食。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这个水族馆最有名的是有一个非常大面的玻璃，可以看到很大的金沙。金沙。对。大概跟摄影棚差不多大的玻璃。哇。非常壮观，而且我们也是下午的时候去的，满满的。那旁边就有非常热情的导览员，所以那个时间既然这么多人，应该就是最佳时间吧。除非他的逻辑是人太多是不好的时间，这样答案才会是早上。可是早上我觉得鱼应该还没起床。下午4点，请揭晓。漂亮，恭喜小弟。为什么是下午4点？逛 Okinawa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最好的时机，告诉我们。好，这个水族馆呢，因为它里头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族箱，所以因此呢，所有人到冲绳去都必定会来这边来参观。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哦，其实呢，如果是人挤人的状态之下，你也看不到什么好的这个景色，而且也拍不到好的照片。反而呢，到了下午4点之后，门票有优惠，人潮也变少了。因为在下午4点过后呢，其实啊，如果以一般成人的票价来说呢，大概少了500多块日元左右。
右，而且呢，你也不用担心逛不完哦，因为呢，大概在这个10月到2月之间呢，它是晚上6点半休馆，所以你4点进来还可以逛2个半小时，那么其余时间呢，都会开到晚上8点钟，所以你还可以在里头逛4个小时，绝对是绰绰有余。准备，第二题。迪士尼实习须知，好，太棒了，我就是要问你这个。你那边实习真的有玩得到东西吗？哦，有啊，因为我们只要不是上班时间，都可以无限进出园区。所以整个无限进出园区，我们用员工证就可以刷进园区啊，所以所有的设施都很熟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走员工通道。哦，他们走员工通道，等于比 Fast Pass 还快。对啊，整个内行。有机会的话，这一定是最难忘的实习经验了。来，请出题。请问迪士尼的公主中哪一位是真正拥有魔法的 ？A. 艾丽尔 ，B. 艾莎 ，C. 乐佩。我的答案是 B. 艾莎吧？应该是艾莎吧？请锁定。兴风作浪的，他们当然是他，怎么可能？艾丽尔不是美人鱼吗？对 ，Ariel。那乐佩 Rapunzel 是长发公主。嗯，乐佩是长发公主。长发公主。可是我觉得选项都很难哎。因为你看 Ariel 可以在海里面唱歌，这其实也是一种魔法。然后 Rapunzel 那个头发是好像切不完，因为他都会把头发直接从塔上面放下来。对不起，魔法跟体质是不一样的。那应该是 B 啦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魔法，在我安心了。Magic， 在我安心。对，他体质是这样。啊，他是鱼，所以会在海里上。对，这个可以。这怎么会是问题呢？你看你傻的，真的。我想太多。Elsa。请揭晓。难道说这个是他的一个什么冰雪的诅咒之类的，所以不是魔法吗？正确答案就是乐佩。哎，他的片名就已经这么明显，他叫《魔法奇缘》，而且他就是魔力的魔。那告诉大家，其实乐佩呢，算是迪士尼里头呢少数唯一会魔法的公主，因为呢，她的这个头发只要她一唱歌就会闪闪发亮，同时呢，她还有治愈伤口的能力。反观呢，艾丽尔，她其实呢，她就是一般美人鱼的该有的这个特色跟特征哦。所以呢，其实，在迪士尼当中呢，大部分会魔法的都是属于反派角色或者是其他仙女型的角色，不会是公主本人。Elsa 她会魔法，可她不是公主，她是女王。陷阱题，陷阱呢？陷阱题，她是女王。回答太快了，Elsa 是女王。回答太快了，她不是公主，对，她不是公主，她是什么？女王啊！所有呢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下次再来学习。好，你还有这么多精彩的题目，要来挑战，留着等你，好不好？谢谢陈哥。来，我们下一回合四个队。全民新攻略，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，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